Hey, 大家好，依家是5月10日星期四9:41，后面呢间铺卖咗大概2000万度，同你转过去，而家系土瓜，唔系土瓜，新蒲岗，新蒲岗呢度，新蒲岗呢个就叫做显庆街，呢望望住呢间铺先，19 AB 铺呢一度显庆街，呢个叫做恰利潮州粉面，一路讲呢度嘅时候咧，同你转过去，今日有机会咧睇睇一份明报啦，咁啊讲到呢个汤场联盟嘅时候啊，点样联合招租，希望搞翻旺个场啊，其实老实说咧，汤场最差嘅时候过咗去啦，如果你真系好想低位去买一啲汤场嘅时候咧，你即管去买下，我相信最差嘅时候过嘅，分分钟诶赚好多，唔知几多 percent 几多倍都唔奇啲。咁啊，but anyway， 個最希望啲小業主能夠可以有好嘅價錢搦食到咯。我自己就唔掂湯場嘅。呢度合利呢個嘅潮州呢個位，我睇睇個圖蹟，讀啲些少資料俾你聽。私傳啦，就成交咗。成交咗幾錢咧？就大概係2000万。成交咗呢個嘅，讀個地址就係顯靈街9-19号 A 呢個嘅蒲崗堂樓地下12号 A 鋪。咁就呢一間就400尺到啦，就成交咗大概係2000万。門闊咧，你睇睇咧，大概14尺，深連埋個一位就係佢35尺到啦。喺呢個位，入帶你入去望望。影影下呢度，睇埋个图迹啊！hello， 你好，呢度望望呢个呢一间铺头啦，就在呢个洗手间。喺呢度认证下啲嘢，呢个洗手间。咁啊，嚟到呢度后面咧就一个一位啦，就呢个一位。咁啊，包定唔包个一位，我唔系好肯定，但系就总之呢个一位啦。呢度再穿翻出呢个后巷位嚟啦，大家得个知字啊，唔睇啦，出嚟望下。咁啊，咁感覺咧，新蒲崗 OK 嘅，有前景嘅。呢一邊咧就已經比較遠咗少少，最旺咧就應該係康強街、着陸街嗰頭，嗰、那個咩崇明街啊，去翻 Kiki 嗰邊咧就最近啟德，呢邊咧已經遠咗啲嘅啦，就會比較靜，啲人行過嚟咧，有幾多日後啟德嘅人行過嚟，我唔係好肯定嘅，呢個比較遠啲，但有前景嘅。咁呢個始終都係叫做單邊位啊，2000万呢個位，我覺得 OK 噶，呢個位 OK 嘅，都幾聚人嘅，食嘢都幾方便。所以我要俾個分數嘅時候，即係如果5分係一個市價。我覺得五六分到啦，呢個5-6分到嘅，幾有前景嘅。咁啊，我唔敢講話超平，但係就市傳，我唔知係咪真係成交咗，再影咗市容大廈，好嘛？咁啊，再轉個圈俾你睇嘅時候咧，就有間老人院啊，再出翻去嘅時候就咩彩虹道嗰邊啦，咁嗰邊就係嗰個富源街啊。OK 啊，呢度都咁啊，我哋拜佬，我想講咧，如果你有機會嚟咧，佢哋有一間就叫做手拉麵，哇！嗰個我呢生人最識個最好味嘅小籠包手拉麵，嗰度有間鋪頭啊，我嘗試圈一圈俾你睇。咁咧即係嗰度有間鋪頭，哇！呢生人最食過最好味嘅小籠包個面，我生日都係經常都嚟呢度食，請埋我老婆同三個女就係坐喺度，因為坐喺門口都隔住間鋪，有間鋪想買，即係業主反價啦，再反價我就冇買到。Anyway， 好啦，咁啊點都恭喜買家，呢個好嘢嚟噶，咁再次恭喜買家先，咁啊呢度老實通常點揸就應該會賺錢，多謝多謝。